谁啊？我。 少爷他们盯住了，我暴露了，他们非杀我不可。郑龙，这里面有一份国民党的绝密文件，非常重要，记得要把它交给上级组织。哎哎，我靠，他们今天晚上要炸电厂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你让我去，放心，我这里相当安全。如果万一敌人来了，记住我的话。 走后门，郑龙，当心点。快点，人呢？往哪儿跑了？他受了伤，肯定跑不远。 一定在这附近。给我搜，不能放过任何角落。是，走。把大灯关掉，共军快进城了，到处都是侦察兵，开大灯，我们不成了活靶子了吗？ 是，再快点，要不然我毙了你！ 张德彪在吗？这里没人。护场队的其他队员呢？没有，不知道。嘿，开门啊！开门！哎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不是特务？ 这身打扮，不是特务才怪呢！再跟你说一遍，不是特务，我是来找护场队张德彪的。上午就有人来找他，把他骗出去害死了。好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张大哥的弟兄，护场队的。大家是自己人，听好了，赶紧通知所有人，国民党马上来炸场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。 出动，看！出动！这儿有后门，跑了！追！老七，走！ 不能让他们进去！不许炸电厂！下手！把他推开门！不许炸电厂！
把电厂，会让你炸死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都没过来，谁再过来一步，大家就一起完蛋！长官，手雷是假的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！共产党！ 我们来了就好了，这是国民党要炸我们电厂的炸药。马英，在，带几个战士看住炸药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儿就交给你了。嗯。还真是石头。振龙。振龙。振龙。小姐，屋里没人，我们赶紧走。 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哎呀，叶正龙那么机灵，不会出事的。天哪，怎么会有血？这叶正龙肯定是惹上麻烦了。我们赶紧回去告诉老爷，让老爷想办法。天哪，罗康，你跑不了了，你只要交出文件，免你一死。你们听着。 解放军都进城了，你们更跑不掉了。弟兄们，打死他，谁拿到文件，谁就是党国的功臣。后面跟上，是到那边看看。是。 别动，别动，站住！把枪放下，别误会，同志们，你们可来了。我们来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哪个部队的？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刚才那波人，他们是国民党军统情报处的特务，他们追了我一路了。军统？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举起手来！对不起，同志，千万别误会。你听我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罗康。罗康？你说他们是军统情报处的，那你是干嘛的？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我有点事儿，必须离开这儿啊！站住！别动！兄弟们，千万别误会，我真的是自己人。谁们自己人？谁能相信你啊？你怎么证明自己啊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万一是军统特务呢？带走！不走！同志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必须离开这儿，请你相信我啊！你骗谁呢？搜身！是。 同志，我真的是自己人。连长，什么东西？什么玩意儿？听我说，我现在真的有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必须。你闭嘴！这样吧，你去趟我们指挥部，你要是自己人的话，我们就以自己人对待你；你要是特务或敌人，我们就逮捕你。带走！走！你听我说呀！快走！哎， 都朝苏州河方向跑啊！逃的和追的都往那边走。你看清什么人了吗？他们都是特务，尽管他们都穿便衣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他们都是特务。好，谢谢啊！给我烧掉，在共军到来之前把袋子的全部给我烧掉，要快！是。 小树杰，还不快走！出座。罗康呢？妈的，让共产党给抓走了！什么？他身上的那份重要文件，一旦落到共军手中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太可怕了！这特。
太可怕了！罗康在你眼皮底下潜伏了3年多，可你竟然没发现他是共党，你真是误了大事！什么？罗康正要在你眼皮底下潜伏了3年多，而且你是处长，你……好了好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赶快撤离这个地方。我不走，我要在这等月娥回来。3年前他突然失踪。 到现在下落不明，生死难料。我不走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实情，他已经去了台湾，这是上级决定的。你们把他当成人质？你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。我是不明白，国军的几百万军队，装备精良，武器齐全。 偏偏打不过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，到头来还让我们伏击饱受离别之苦。赵树杰，你不该有这样的情绪，你该振作起来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鹿死谁手，现在还不知道。人心向背，恐怕回天乏术了。 荣贵呀，你听这外面，枪声跟吵都一样，这小雨怎么还不回来呢？这是急死人了。放心吧，小雨不会出事儿的。不是有春山陪着他吗？爸，不好了！小雨回来了，正龙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慢点说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见他，但是洋行的门被砸了，地上。 地上还有一滩血，啊！一滩血啊！我不管，爸，爸，你得帮我找到他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得帮我找到郑龙。好，好，小鱼，别急，别急，只要叶郑龙还在沪江，你爸就一定能帮你找到他啊！是是是是，你先带他上楼去，啊，带他上楼，去吧，去吧，啊！你现在就打电话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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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抓紧打电话啊！去吧，放心吧，一定会想办法。 解放军同志，还真的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。他是我们自己人。是这样的，我叫叶正龙，他叫罗康，你别看他穿的是国民党的衣服，其实啊，他也是我们自己人。我真的是共产党员，你是干嘛的？我公开的身份是德兴洋行的经理。哼，经理也就是老板，而且是洋行的老板，替外国资本家做生意的。你是洋行老板，你是军统特务，老板证明特务。我应该相信你们两个谁啊？你呀，还是他呀？ 现在沪江刚解放，我们更要加强警惕。带走，走，解放军同志，别动，哎，郑龙，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两个。郑龙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要跟上级汇报，真的耽误不起啊！我现在没办法相信你们两个中任何一个人，别拦着，再拦我连你也带走。走，不能走，郑龙，不能走。你要干什么？他是革命同志，你们不能带他走。我再说一遍。 我现在没办法相信你，也没办法相信他。带走，别动，老实点。好了好了，那这就再坐下，再动我开枪了。老实点，罗康。他到底把那个盒子放在什么地方了？
老乡，你是什么人？哦，这间洋行是我的。解放沪江的战役还在进行，我们只是暂时封存这里的洋行，等到时候会还给你的。嗯，好，我清理完就走。我们这样是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也包括你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，请你配合。哎，同志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怎么把我弄这儿来了？同志，走走走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进去，同志，哎，进去，哎，给我老实点。同志，你听我说。哎，同志，你真的是弄错了。同志，同志，开门呐！我有重要的事儿，我要见你们最高首长。你安静点儿，同志。一定是份绝密文件。要不罗康不可能冒生命危险把他送出来。我想应该也是。现在必须马上找到罗康，希望他是被我们的部队带走的。我现在马上去找一下部队首长，看看是哪支部队抓的。同志，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首长。同志，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首长。同志，怎么回事？报告首长，就是刚送来的那个特务，他一直在闹，而且不肯吃饭。同志，要见首长。把门打开。是。我要见你们最高首长。我就是24团团长郑海峰。郑团长，我叫罗康，请你立即跟我党沪江市社会部联系，我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汇报。我知道了，但是罗康，现在还不能证明你是我们的人，在没有和沪江市的社会部联系之前，你暂时还要留在这儿。郑团长，我能相信你吗？可以。啊，他叫高青山，是我们团尖刀连的连长，战斗英雄。你知道我们是有纪律的。啥纪律啊？沪江都解放了，还你们有纪律啊？郑团长，我想能不能请高连长出去一下？你啥意思啊？你先出去一下。坐。郑团长，我有一份绝密文件，是有关潜伏特务名单及其联络方式的，就藏在华一街德兴洋行靠墙的座钟里面。洋行的老板叫叶正龙，他是我和上级组织的联络员，你们要马上联系他，要快，要让上级组织尽快掌握和铲除特务组织，阻止敌人的破坏阴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但是饭也得吃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饱了才能工作啊。是，我还真饿了。小王到，首长，叫卫生员来一下，给罗康换换药，别让伤口感染了。是，谢谢长官。啊，哦不，谢团长。我在敌人那儿潜伏了3年多，按他们的称呼，一直习惯叫长官。改一改啊。是。注意警戒。是。
给你弄盆洗脚水。我们首长说了，你们沪江人睡觉之前要洗脚，爱卫生。谢谢你，同志。其实我看你也不像坏人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啊。这我能理解。那你先洗了，早点睡吧。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谢谢啊，再见。哎。哎呀，郑团长，幸好在军管会遇上了你，要不然还真不知道罗康在这儿呢。封锁各个出口，机枪排长吴宁，防止俘虏发生骚乱。师长，这里有人开枪。卫生员，快去！是。他已经死了。小王，抬上床。陆克，陆克，是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的一个共产党员，一直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，为了沪江的解放，提供了那么多宝贵的情报。他可是天天提着脑袋在过着九死一生的日子，这么艰难都熬过来了，偏偏在沪江解放的时候。死在我们自己的收容所里，你告诉我，是谁干的？到底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你说老实点，是谁干的？你干什么？郑龙，站住！走开！郑龙，别这样！你干什么？你是谁啊？你敢在我们团长面前撒野？来人，抓起来！你抓呀，抓呀！啊！敌人都从来没有抓到过我，你抓我，来呀，抓我呀！郑龙，我跟罗康同志一起入的党，一起出生入死，没想到却死在你们手里。你们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你给我闭嘴！谁说是我们给他打死的？啊！这里是部队，我警告你，没有调查清楚，你少说话。你的党性去哪儿了？郑龙，事还没查清楚的，你跟我谈党性。罗康的死，你们必须得负责任。郑龙，你冷静一下，这都是我们的同志，这一切都是敌人干的。不，我说的不是敌人，我说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人。到现在为止，还有人怀疑罗康同志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。罗康同志是蒙受了巨大的冤屈的。罗康至少到现在还没拿出自己的材料。材料？不，已经有了。这是组织上给罗康同志的身份证明。罗康同志，1920年生，贫农，沪江人。19岁参加革命，21岁入党。1946年。受沪江市地下党组织的派遣，潜伏于国民党军统情报处工作。立正，向罗康同志敬礼。
牺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取的情报也不见了，你怎么看？哦，团长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这次南下来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。可是我一直在和自己做斗争，我是一名老兵，我知道服从命令。可是我这次来了，看到这一切，我明白了，这里也是战场，所以我一定要把我那边的优秀干部调过来参加我们的工作。有合适人选了吗？我想把高青山这个人调过来，再就是咱们这儿何云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他是个遗孤，他一直跟着部队。好啊，我知道你一直放心不下他，把他当做自己女儿一样，把他调过来。老蒋，哎，我想把叶正龙同志也调过来。好，解放了，叶正龙作为地下联络员的工作也结束了。嗯，哎，这件事情我去跟他说。好。哎，我倒觉得这么重要的单位调来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反特斗争啊，需要像叶正龙这样有敌特经验的同志。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，在没有解放之前，敌人是猫，地下工作者是老鼠，现在反过来了，我们是猫，特务是老鼠，那么地下工作者的经验就十分宝贵了。在熟知属性的猫面前，老鼠还往哪里跑呢？嗯，请问出什么事了？哎，正龙啊，来，怎么了？来，我们到那边去说啊。正龙，昨天晚上敌人偷袭了这儿，我们的两名战士牺牲了。哦，里面翻得乱七八糟的，甚至连地板都翘起来了。他们那些人肯定在找罗康的东西。嗯，这里就交给部队处理吧。走，我们去聊聊。跟我来。郑龙啊，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？组织上希望你留在沪江。我还真没考虑过。郑龙啊，这个问题我反复考虑过了。你对沪江的工商界比较熟，到那儿工作对你挺合适的。老蒋，我明白你的好意，可这些天来我脑子里经常出现那声枪响，闭上眼睛就看见罗康的脸。罗康怎么死的？沪江都已经解放了，可他就是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敌人暗杀了。敌人怎么会知道收容所在哪？是谁透露的消息？又是谁开的黑枪打死了罗康？而且仅仅在我们半步之前。老蒋，还有罗康留下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盒子怎么会不见了？而且我们找不到一点线索。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耶，何云同志。高青山同志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挺好的。哦，你也挺好的。啊，你也进沪江了？嗯，我是跟韩副团一块回来的。那个，你伤口还疼吗？没事了，早不疼了。哦，上次都江战役要不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扒出来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听说你被分到公安局了是吧？对，组织分配我去公安局工作。欢迎你，你好。现在不怀疑我了？
那是非常时期。我们部队有自己的纪律和原则。可是被你押到收容所的罗康同志却被暗杀了。你还在说罗康？你的意思是罗康同志的牺牲是我的责任？你觉得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我保护电厂，我抓特务，我错了吗？还说罗康同志是特务？你干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罗刚同志是自己人？你就是不相信我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那个时候是洋行老板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同志们，去会议室开会了。来了。来了。叶正龙，正龙，你上哪去？叶正龙，你给我站住！叶正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办法跟他们共事。为什么？我一看见他们就想起罗康。叶正龙同志，希望你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革命工作中来。罗康的死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。杀害罗康的是敌人，不是我们的同志。不要因此记恨我们的同志。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绪，你必须克服。我什么？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还是个共产党员，你就跟我回去。我代表组织宣布局领导人员名单，沪江市公安局正式成立。任命郑海峰同志任沪江市公安局局长。任命韩永年同志为沪江市公安局副局长。好。任命贾文玲同志为沪江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就请我们的局长给大家说几句。好。同志们，开会前我得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公安局是干什么的？公安保障公众的安全。我们的战士何云同志不但枪打得好，这话说得也精彩啊。啊，何云同志啊，请坐请坐请坐。何云同志说得好啊，我们公安局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老百姓安心的工作和生活。我们沪江刚刚解放不久，社会的结构很复杂，一面是百废待兴，一面呢要阻止敌人的破坏阴谋。前几天我们的一位地下工作者牺牲了，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了一份情报。这份情报告诉我们，敌人在撤离沪江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特务的行动网络和行动计划。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这个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和特务网络的具体名单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个阴谋是冲着我们新中国而来的，所以我们公安局的全体同志一定要粉碎敌人的阴谋。刚才我说的一位地下工作者，他就是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被敌人杀害的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敌人就暗藏在我们身边，说明我们面对的战斗是极其的尖锐和复杂。我们只有团结才能形成合力，才能战胜敌人。我们公安局的所有同志，有的来自部队，有的来自隐蔽战线，如果不团结，就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呀。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。好，下面我请叶正龙同志和高青山同志到我这儿来。
他们两位一位是来自于地方，一位是来自于部队啊。我希望他们两位呢握握手，代表亲密合作，团结一致。美丽把相宜吧，或者有老道把相宜。这次可多亏你了啊！下次的事，我叫赵兰，是上峰指示，让我负责你们和309之间的联系。这是708冒着生命危险取回来的。309对你们的工作非常不满意，这么重要的文件，你们都给弄丢了。他说，以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军法从实。转告309，我们会深刻检查我们的工作，以后绝对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。309还说了，这个盒子还是由邵书杰送到台湾总部。你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吗？啊，我知道，这里面藏有所有潜伏人员的名单和档案。持有钥匙的人才能开启，私自开启杀无赦。为了确保你的安全，你从海螺岛走，那边有人接应你。